那我要带来一首是来自于华晨宇改编的歌曲。华晨宇改编的歌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华晨宇这个人吧？知道知道，有人知道哎。看来他在一首这个比赛的时候唱同一首歌。因为华晨宇我比较熟悉的是他的那个《我的滑板鞋》，我以为你要把它改编成《我的滑板车》之类的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欢迎我们玉玉带来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易燃易爆》。